又行四朝，四时记，云：通静止止为律，造作有相名仪。这个律仪两个解释的也很清楚。 通，通静，制止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一切的恶事、恶的念头、恶的行为，佛是完全把它禁止，这是律的意思。 造作有相，这是一；有相，这相是相好。啊，综上之意，综合上面所讲的意思，依止戒律。啊，我们讲依靠，依止是依靠的意思，以戒律。 为我们言行这依据啊，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造作，必须依照戒律，体现于行仪，这叫律。 落实在我们身口意，落实在日常生活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律仪。又，律仪戒者，乃三句境界之一。 三句境界，底下说什么叫三句？这是戒律里的有三大类啊。三大类呢，第一个就是舍律仪戒啊，所以它是三句里的一种。譬如我们受持五戒、八戒。 八观斋戒，啊，十戒、具足啊、具足戒、菩萨戒，啊，这些戒律都是属于叫律仪戒。第二类呀，是善法戒，律仪戒里都没有。 没有受到的，啊，但是他的善法，菩萨一定是断恶修善，啊，譬如说，吸烟，啊，吸烟，律仪戒里都没有。 啊，所以这有人就说了：“哎，佛这个戒上没有说不吸烟呢，那更严重的吸毒啊，鸦片、烟、吗啡这些，啊，戒律上没禁止啊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呢？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” 他那个不是善法啊，吸毒有害于健康啊，这不是好事情啊。虽然戒律里面没有，也要遵守，也不可以，这就是把戒律范围扩大。 只要是一切善法，人
以修一切善法。利益，这个善法是利益自己的，对身心健康有益处的。佛虽然没有说，也要遵守。第三呢，是众生界。又云还有一个名词叫饶益有情界。啊，以饶益一切有情为界。饶是丰饶，益是利益。对一切众生有很大的利益。佛没说，要不要做？要做。利益社会，利益国家，利益人类的，这个事情不能不做。你不做就违背佛陀的教诲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一定要有智慧。啊，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，往往会把事情做错了。啊，有智慧，辨别是非善恶。啊，在行为上也要用智慧戒制自己，啊，就善巧方便啊。啊，在家跟出家就不同。啊，比如今天社会的动物，在家菩萨他可以去参政的，出家菩萨决定不可以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出家菩萨怎样帮助社会呢？讲经教学，对社会展开劝化，啊，佛门有例子，国家有灾难，啊，你看佛经里都有，人亡护国，不如波罗蜜经。啊，国王发起。离情，这出家的大德，啊，来帮助社会化解灾难，用的什么方法？全国，啊，经上讲百位法师，那个百不是一百个人，是圆满。今天讲全国，全国这一些出家人。延迟戒律，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，做模范呐！啊，讲经教学，啊，这就是说要出家人起来，深教言说。啊，要讲经，要做出好榜样。啊，针对社会的状况，
佛菩萨在经典里头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法。啊，这个社会缺乏伦理的，跟大家讲孝道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社会秩序混乱，要劝人遵守国家的法令规章，要遵守伦理道德、因果定律，啊，用这个来劝导大家。